试管啊，那时候我没有这个，啊，那时候已经有了啦，试管比较早就有了。我要帮他穿肚脐洞，穿这里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他会痒。在上麻药吗？刚刚他没上呢。我很少上。我最近承受太多痛苦。你是心情不好来穿的人？不是，我是想穿很久的。如果说你心情是在脱皮，在脱皮，你是刺没多久？刚刺没多久，什么时候？18号。上礼拜。去哪里刺？高雄。高雄啊。高雄人？不是，是高雄当 model。好、哦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亚萍，是什么花？我也不知道，综合花。它、啊、也像那种几何设计的。对对，就是多。你还有录制吗？好几个花会在，它这就是有几何的路在上面，这还蛮有趣的。它借我路来凸显它立体感。东西给你装吗？啊？要不要东西给你装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装？我们的小帮手。所以可以录了。这种上麻药了吗？上在上面这样有用吗？有啊，不然真的假的？好，好会很痛吗？到这里它会滑，好滑，怕歪掉，你就要重来一次。不会歪掉吧？哦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歪掉。好，我要录了。可以啊，等你。至少八小时的弹性，只有排铁、排便、中油、排水、排尿、排毒、排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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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我觉得打雾也是痛。好吗？看，我觉得打雾开心。打雾，我超爱打雾的，真的假的？还是我的打雾不是打雾？你下次用日本传统刺青就是这样子。黑全黑的那种。有了，那比较贵的。我觉得台湾这种刺青师傅就比较不流行。第一次玩又怎样？有啦，哦，眼睛好嗨哦！好昏倒了。嗯，没有昏倒。我求一下战士。你在喝饮吗？吗？你坐下来。你有配对怕被没被客人撞到？我坐下来。老板，你坐下来。你有时候太紧张，血糖降太低。好晕啊！好晕啊！就是有时候紧张的话，血糖就是肾上腺素分泌比较多，血糖降低，啊降低然后就头晕。我上次也被人撞到，那个觉得那缺一角，就是被人撞到了。啊？撞一下。他用什么撞？他就用头撞了。昏倒。没有，这么久我们是吧？他流血吗？没有怎么样，就觉得他走了蛮硬的。哇。然后我说不会痛，结果我就说还没穿呢。你躺一下。穿完了吗？穿完了啊，问了。哦。你要再重穿是吧？看我把它穿好的。就是有时候穿，我们在帮客人穿肚脐洞的时候，太紧张，血糖降低。啊，巧克力。血糖降低的话，就来个巧克力吧。好。啊，等一下。手上可以撕掉。回去就可以撕掉了。
现在直接怕你，没有，现在直接怕说你去沾到衣服。哎，你要不要来一颗？你是静怡哦？我没有，我乔光。哎，也是我学弟。啊，你转？没有，我是没有，是静怡大乔光毕业，然后去转学去静怡大学。哦。哎呀。不是，你看我的 FB， 你都没仔细看，就知道是转学生。而且你看我转去静宜大学的时候，都是乔光的教授。可是我上过的课竟然都没抵掉，还从上一次，我觉得怪怪。为什么那时候没抵掉？就学分他说就不被抵啊，我就要再去修。四号四年级的时候修了24个到25个学分呢。四年级修24个。我同学都只有修8个而已，我都修20几个。应该是不承认小光吧？不用猜了，不用猜。不用不用，主题灭我去了。都涨了两元。如果你是为例，全票价到320到390元，等于也影响到信用卡优惠。四年以来，其实不管是租金啊，还是成本啊，原物料的成本其实都是增加的。所以在这么考量之下的话，我们在今年其实是有把票价部分给它调整起来。请问国宾行长温秀也登记，这个月15号开。开始全台13个据点当中，台北的信义、金站、台中老虎城、大园台、台南南方百货和高雄据点都是调整人员。二 D 票价来到330元，3D400元，4DX 要530元。不过团体和既有优待票价格则是不动。大概过年的时候，就是惠秀旗下有6个据点，它分别有调整窗口价10元。说到租金和人力成本年年调升，国宾9个影城。我学的是念书，没有看到功能的。你现在20几度哎，全台都受到影响。听音乐新闻，蔡东吴说的低气寒，台北快要转夏。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爆冷的时候，逐渐排列化。因为陈局公开表示，不会再将是科学分析公正的地址在意，因为自己已经不小心讲了实话，说陈局只有一票。特地到市府大门口迎接台北市长柯文哲，对议长吴碧珠恭敬有礼。这份心如果能用在民进党，或许高雄市长陈菊也不会开口没好话。我们已经说到四岁很多了，说到这样讲，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。之前批评高雄举债结下梁子，陈菊接受专访被问到还相信柯文哲吗？必须回答：如果讲真话，大概不会。而且现在提到要礼让，几乎都快被支持者打死。基层对柯文哲失去信心，如果有机会去选对会，就要反映这些声音。那还好，那也是一票啊。是活在世界上，就算夫妻都还是吵架，何况就说不见得两个人都没讲，没说到利益全部一致的，这很难的。秒回全局只有一票，但别忘了，全局可是民进党的南霸天，在党内影响力非同小可。尤其全局所属的新潮流，去年还。